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青海卫视为您带来的生物环境播站直播现场，我是来自二分站，对的，两个人都对裁判不服气，好，这次就是你们自己来争个高低。桑托斯是1995年开始接触的武术，他接触武术是卡普瑞拉，所以在上一站他对于这个我们的军马别克有用出来，就是一个有点怪异角度的后旋的踢法，这一招很有用。肘击，因为刚才这个军马别克这一招其实有机会降服对方的。好，这个执法比较严格的美，这个再成了拳法，对，军马别克的鼻子开始流血了，要小心，这样打到感觉了，对，要小心，柔术黑带的拳啊，要小心，抱得好，抱双腿带到地面，也是激情生智，但是只是危机的开始，因为对方在地面也非常的擅长。那其实，军马别克应该花点心思啊，抽出来了，抽出来，有机会，不错。这个状态其实对下位来说是非常的凶险的啊，可是柔术高手呢，他很习惯这个位置。回到了像上一场比赛的样子，上一场比赛的最后一回合也是这个样子，大家气力用尽了，那就打不出个结果。More action, I'm standing this up. 军马别克呢，抗击打能力呢还是不错，对他也很自信。然后桑德现在不起来了，就叫他来吧，你下来打我。军马别克在下位也是有做很多的动作。时间到了，哇，这又要考裁判了，又要考裁判了。好，非常的悬念了。待会还有一场两位是巨无霸100公斤的巨人的战争。好，这是军马别克的转身肘。一号裁判，红方30比蓝方28。二号裁判，红方30比蓝方27。三号裁判，红方30比蓝方27，军马别克获胜。用武之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龙，我是王洪翔，我是方便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武林资讯和最新拳手信息，敬请关注用武之地。用武之地，用微信搜索"用武之地"。